你是要讲这样有吃药啊？你若真正有跟伊做伙，你应该知影伊的心中有问题，根本无可能会吃药啊。除非你在讲白菜。你是要讲白菜？刚刚有人爱你安尼讲。我唔知影啦。你慢慢话啦。你甲真安尼交往呢，是伊身躯边上亲的人。我问问你，要问啥啊？我才无甲伊交往。所以你甲真安交往代志嘛是假的。你啥人要讲袂出？你讲啊。真无怪。哎呦，你豆豆问啦，莫遮歹啊。一直改变安尼，好啦。正安今麦都咧病，昏迷不醒呢，我哪有可能无着急啦？王小曼，你讲哦，是安怎要讲袂出？为什么要害正安？唔是我啦，唔是我害啦，我嘛是去用病的啊。我生病，刚刚是学校的同学。你是在创啥？公共场所，你哪会当安尼欺负小曼？阮才无欺负伊，阮是问伊一挂周正恩出意外的代志啊。你即马是当作阮青梅啊？你无看到伊，叫恁惊到强要哭出来，你搁咧硬哦？朱玲姐，你毋是上爱打小报告？行啊，咱即马来校长室啊。你的校长阿伯哦已经拜拜啊，我著看你敢要哪小拜。好啊。拄只黄小曼讲出一挂甲周正恩出意外的线索，咱即马就去校长室，等代理校长面头前，甲代志讲好清楚。周正恩的代志已经让小曼足艰苦的，恁安尼一直问伊，根本就是伫咧伊的空隙抹盐啊！我拜托你，较有同学爱的，莫阁搅扰伊啊！小曼，你放心。只要有阮在的，绝对袂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来，我带你回去寝室休息。行。咱又来问着，黄小妹一直讲袂出，还有。廖孟之甲许世伟，绝对甲正恩意外有关系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不准你甲朱晴天、汪依林还佮有罗志涵私底下有接触。你是甲我的话当作耳边风是无？我无甲因接触，是因主动过来找我的呢。你袂晓写嘛？还是卡断啊？是的啦，后家，我一定会想较远的。啊，阁有后边？我是讲，刘世英阁主动来找我，我嘛啥物拢袂甲因讲的。干嘛呢？拄则毋是我甲讲的，我看你早就把我甲许世伟名讲出来啊，对无？无啦，我啥物拢无甲因讲啊，请你相信我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这边讲的话，啊，不过因已经把你定掉啊，莫迪卡后一边就破功啊，我当然爱心替你加强心理建设啊。啊，你妈呢？我拜托你帮我算啊！阿秋。我只是要替你翕几张相，做一个纪念。
后一遍，因若是再来找你，你也会记得嘴卡爱的。若无这个相片，无说伊流出去，互人抛上网，你着准备要红啊哦。是安怎因为小曼房间出来啊？小曼，你不要去吧，你别过来，出去，你别想出去啦。好啦，我出去。这杯热可可给你喝，你若是想要找人讲话，随时欢迎你来找我。我先出去啊。你来这家？你来这是要送人？开放啊！跟我讲话也是要注意态度。不管怎樣，你也是要叫我接啊！你也要打电话呢，尊重你。你一个查甫囝，规工在家替人做奴才，拢无伫关心家己的小妹，你是要安怎做人来兄？阮蒙志烈好好好，你无代无志讲着伊是要怎啊？你即马规头壳敢若林子彤，家己的小妹发生什么代志，拢唔知影？蒙志烈学校去予伊校长性骚扰啦！你去伫遮买食的，替人送便当，也笑死人！你即马讲真啊假？我蒙志烈校长安怎？家己免看新闻哦，我若不是因为今日要来看，要来干坏事的，我早就去处理啊！你较保重，我再过来看你。摩顿高中校长性骚扰女学生，你也想来走？你看妈情形安怎，你才跟我联络好不好？阿姊，你进去。是你好听，根本就是衣冠禽兽。是的，你也无做唔到代志啊。因为我害你伤心无面子啊。妈很伤心，是因为妈唔甘啦，我唔甘恁两个咧互糟蹋啦。妈的哭是因为我艰苦，我唔愿。我的后生明明就是白白布，是咱硬硬要甲你捏到乌。你有听你阿婆啊？妈，你连一句话都不问我，你都相信我？我来就问，我跟你好熟，我就了解了。当年妈硬跟你为我的身躯边杀走，你就一个人我靠无依无我无靠山无后台，可你跟你一步一脚印，偷偷我爬，偷偷我爬。你才有今仔即马即个成就呢！你会偌重视家己的名声，会偌珍惜你家己的一切，妈敢有可能唔知影？我到时阁加问一你，
多谢你啊，多谢安尼无条件信任我、支持我。公囝，你是妈的囝，妈疼你、爱你，当然嘛是无条件信任你、支持你，知影无？是啊，这才是亲人应该有的孝敬，敢不是？我若想到遐记者哦，我若足生气的，是足骨可恶的啦！甲你报告咧乌白写。我甲你讲啊，虽然讲妈哦，无权嘛无势啦，啊不过，伊若是敢继续安尼伤害你哦，就算讲妈干来举一支扫帚，我嘛会用我这条老命冲出来甲伊拼。想做爸妈，无得安尼自己动去。妈不是跟你讲，卖无用啊！我家己吃就好啊。恁两个人的气力是爱留咧应付遐恶杂的代志，知影无？沈庆娘，不啊啦，卖吃啦，来来，妈跟你讲，这是妈卤的卤肉甲豆干，哦，安尼挂顿来食。会记咧，顿来厝了后吼，先去洗洗，紧困啊，安尼才有精神，卖搁去想遐恶杂的代志啊。妈，谢校长，我是恁学校的学生廖蒙之英哥哥。你对阮小妹做出迄款的代志，我爱你给我一个交代。这个应该讲的话，我伫学校我已经讲过啊。详细的情形，你等于问恁爸，你就知啊。不过我是同款一句话，我无对廖蒙之同学无礼貌。你无？你无是安怎蒙之安尼讲？而且四位甲伊的同学拢有当最强，你莫想要甲我讲你上人无赖哦，无唔对，就上人无赖，甚至我会当直接甲你讲，我就是互你小妹无赖。哎哎哎，这做啥你啊？哈，妈，你就要尊重人者，可袂叫咱去甲动手。那是恁四岁互人糟蹋，互人欺负，恁敢有法度这样认真？对，将心比心。今日卡叔讲是我的子孙在朱晴天去被欺负，我嘛绝对会遐讲。啊，我这件代志就明明有奇怪所在嘛。是啥物奇怪所在啊？阮王子伫个学校一向拢真乖，成绩嘛真好，甚至阁是模范生。伊敢有需要破坏伊家己名声去侮辱一个校长？你不要死！妈妈，不要伊。我来。那我问你啦。廖孟之一定住伫个学校，真罕咧倒去厝里。恁平常时嘛无生活做伙，三不五时才见一面。那呢，你对伊有了解？啊，你做伯顿高中的校长嘛无外久，你是有够有了解，至少比我了解。你敢知影？伫了我九年这短短时间内底，廖孟之已经惹偌济代志啊？这拢是有记录的，毋是我空嘴无知。恁小妹伫学校欺负同学。甚至把人送落去游泳池，唔让伊爬起来，最后是有人做 CPR 才把伊救回来。哼，还真拄好。遐么好最阴是互欺负迄个人，就是我的子孙啊，晴天。所以谢校长，你是因为阮蒙之去欺负着你的查某孙啊，你才会对伊？唔是，我甲你讲这话，意思是想要甲你讲，你对廖孟之伫咧学校的生活是完全无了解。你讲，伊是模范生，成绩嘛袂歹，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这个拢是用钱买得到的，只要出钱，自然就有人会替写功课，还是做任何代志。只要你愿意用心，你就会知影，廖孟之伫咧学校是有安尼阿爸，伊的品性根本都有问题。你这个，哎哎哎！